工作中展示出领导力和才华，专业能力受到领导的重视，并为自己带来金钱的好运，与合作伙伴就团队架构等事宜达成一致。社交聚会中可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。月亮、土星、天王星形成火象大三角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，内心渴望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对待他人又用严格挑剔的态度。月亮与火星的四分相带来情绪的冲突，戏剧性的爱情态度引发内在的危机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